Round one. Round two. 三二一，开始。能喝酒吗？他不能喝。小香，你吃的习惯吗？有点夹了菜，他没吃。阿姨。孟老师啊，你说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平常吃的是哪个比较少？大老爷们儿了，喝也不能喝，吃也不能吃，估计干别的事也跑不到哪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可怕了。